响，邀请他们两个来跟我们一起唱，唱一下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。可是他们说不想，也没有说不想啊，只是比利说，我就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就好，挺有主见的。下面这首歌要唱的，本来想要跟他们一起唱的，就是张信哲的宝贝。这也是他们小时候唱的，对不对？谢谢。